大拇指的形状可以告诉你关于性格的真相。我们的手透露着很多有关我们的秘密。刑侦专家甚至可以透过一个人的手指的形状得到很多资讯，尤其是大拇指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般的手指。大拇指和其他的手指不同，相比于其他手指头有三根指骨，大拇指只有两根指骨，并且控制着我们的书写能力。这一特点不仅使人类和其他生物相比与众不同，也让我们每个人都各不相同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会告诉你一个给拇指分类的办法。这个办法可以揭示你的个性，但首先，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，并接受通知来加入我们的亮生活哦。那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观察一下你大拇指的形状吧。A 型拇指。如果你的大拇指的两段指节看起来一样长，那你就是个比较佛系的人，渴望和谐与平静。大拇指是这种形状的人，通常比较冷静，善于交谈和教学，并且这种人的知识储备全都来自于生活。你身边有很多亲朋好友都很需要你的关注和建议，因此你能与他们产生无与伦比的共鸣。B 型拇指。如果你的大拇指上端指节比下端长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你非常专注于你的想法，并且从不放过任何细节。所有事都必须完美有序，而且你总有些新目标要达成。有时候你会沉迷于某一个想法，但总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去实现它，并不愿意纸上谈兵。人们敬重你的真诚，并信任你说的话。C 型拇指，如果你大拇指的下端指节比上端长，那么你是一个勤奋的人。生活可能没有给你开辟一条轻松成功的捷径，但你一定会战胜所有困难，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。有这种拇指形状的人是自信又聪明的。你总把智慧带入到梦想中，你总有清晰的思路，不会有什么事让你困惑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作中你是一个可靠的人，也常常得到肯定。弯曲型拇指，竖起你的大拇指看看。如果你手指向上弯曲，并且比较灵活，说明你对于拇指平直的人来说，是一个更感性且善于表达的人。这种手指也被称作是便车手。有这种手指的人更容易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。你富有创造性并很有艺术细胞，艺术因你而存在。有弯曲手指的人们通常性格比较开放且充满好奇心，他们总能找到有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达成目标。平直型拇指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仔细观察一下它。如果它是平直且僵硬的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固执并且喜欢主宰一切的人。有些人看着你的扑克脸，可能会觉得你像一块顽石一样，但又对你的信守承诺表示赞赏，他们总能依靠你。有时候人们可能利用你对他们的信任以及你的说到做到来占你便宜，但你通常可以在不受伤的情况下立即做出分析并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你的大拇指是哪一种呢？在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记得给我们点个赞，分享这个影片给你的朋友，并且点击订阅加入我们的亮生活。